柳白，南晋剑阁阁主，西陵五大客卿之首。六岁入出境，初时极见滔滔黄河，念力当世最强，被称为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。因为常年霸占天枢日自卷榜首，因此也被称为世间第一强者。世间第一有别于人间第一，世间第一仅代表柳白是魏越五境之人中最强大的存在。柳白早年间在大河边悟得大河剑意，后以弱胜强，战胜南海剑神，获剑圣之名。为磨练剑意，他决定前去挑战昊天道南门天才李青山，结果被颜色拦下。他纵剑万里重伤颜色，自己也被颜色的符意削断了半截眉毛。此后柳白闭关参悟，他从柯浩然的剑法里悟得纵剑万里不及身前一尺的道理，后于大河边练剑三日，深州八千方位无意遗漏，暴雨不能沾衣。柳白再次横空出世，以身前一尺之剑举世无敌，不仅把剑战提升到了一个绝对的高位之上，也让修行界无数以来御剑与非剑的剑修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。我身前一尺是我的世界，即便是观主和掌教也不敢站在这。柳白的境界不断稳步攀升，在很早以前他就可以突破五境，但他隐约察觉到了一些可怕的真相，所以一直以剑阁崖洞谈判将自己的境界气势压制在致命巅峰。之后的数年，他先有出手，手中的宝剑多年不出鞘，早已锈迹斑斑。青霞之战时，柳白大战君莫，君莫以自断右臂为代价将柳白重创。柳白看着不停淌血的伤口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。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，你最终还是没能够战胜我，此事想来便是我也有些替你不值啊。拿一条手臂换你重伤无法再战，怎么看都是值的。我此时不能再战是一时之事，而你失去了握剑的右手，那可是一世之事啊。就算我只剩下半条命，我依然可以守住青霞，而你必须要离开。君莫虽败，但他骨子里的那份骄傲却影响了柳白的道心。返回剑阁后，柳白开始闭关修炼，竟从此战中寻得一丝契机，不仅养好了身体上的伤，还与人间之剑形成共鸣，修成了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。此刻他就是剑，剑就是他，他可以御剑千里，也能瞬息千里，心态也从之前的不敢破五境变成了不屑破五境。后来大先生李慢慢托人给他带了一道气息，那是书院对人间的看法，这让柳白有所明悟。入林康城，又见叶青鱼陋巷传道，再有所悟。桃山光明记，受唐小唐热血感染，如醍醐灌顶，心境中得突破。他虽未破五境，但五境之上有门槛，亦能尽斩之。柳白一生曾三次借鉴于人，都间接改写了江夜的历史进程。而当叶青前来借鉴，准备大闹光明会时，柳白劝退了他。我这一生视剑如命，曾经有两人向我借剑，第一剑借于叶红鱼杀裁决，第二剑借给夫子斩天。如今书院的朝小树向我来借第三剑，借了我的剑便可杀人。我也会想，我自己的这把剑该去杀谁呢？也许这就是我的道。既然我的剑已经去了，那你的人就不要去，好好的去寻你的道吧。此刻的柳白已经从以前的不敢破五境，到后来的不屑破，再到现在已经不在乎破不破。他从叶青、朝小树、君莫以及夫子和柯浩然的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，都要有敢于拔剑的勇气。柳白一身傲骨，自然不想屈居人后。那么此时的柳白究竟有多强呢？君莫评价战天前的柳白，虽未破五境，却比九徒屠夫更强。三师姐于连更是直言，柳白已经不是世间第一强者，而是人间第一强者。因为当时观主已废，李漫漫并不善战，九徒屠夫空有境界却无心，不过是两块烂肉而已。战天已经成为了柳白这个人间第一强者的责任，也成了他在人间最后的趣味。我欲拔剑向天，凭借来到人间，我又怎能做秦佛汉水寒河一起，我与人间全无敌，不与天战与谁战？然而尽管他用尽全力出手，也破不开天女周身的昊天神辉，引以为傲的宝剑也逐渐化为齑粉。每靠近一分，柳白体内的生机就消散一分，眨眼间便白发苍苍，垂垂老矣。你输了。
此刻的柳白依旧没有放弃，他将所有力量凝聚指尖，竟突破空间法则，触碰到了天女的额头。虽然柳白被强大无匹的力量化为虚无，但这一战是他胜了。我说疯子。柳白并不是第一个向昊天发起挑战的人，但他却是距离昊天最近的那个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让昊天都承认自己输了的人。并非柳白比柯浩然和夫子更强大，而是因为昊天在人间，这是柳白的一小步，也是人类的一大步。剑圣柳白的一生是有五大遗憾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